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新零售平台盒马先生近日爆出招聘歧视丑闻，又被京网友在微博称，据盒马先生求职时遭遇地域歧视。晒出的微信聊天截图显示，招聘方告知北京人我们一律不要。事后盒马先生迅速做出回应，称公司并无相关规定。北京盒马有 22% 的员工是北京本地人。